Let's go. Yo, I'm like an addict. Ooh, I gotta have it. 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 really bad habit. 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If the shi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ah,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Never gonna look back. Cause damn, I was built to last. You move slow and I move fast. And that's facts. 大家好，欢迎收看 Lightning Bar， 我是 Light 老师。我们今天很特地的出了外景，我们人在哪里呢？如果各位有来过高雄的话，可能对我后面这栋建筑会有印象，我们在高雄英迪格饭店。那英迪格饭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上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中酒吧，所以我们今天来高雄出外景，要参观英迪格的空中酒吧长什么样子，而且现在有特别的主题哦，是什么主题？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走。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英迪格的大厅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主题，哎，就是我们的酒精游乐园。哇，天哪！相信各位酒精流氓们，或者是喜欢酒精的各位的观众朋友，应该看到这几个字非常的兴奋。那我们现在从这边也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缤纷哦，气球、旋转木马都有。所以我相信英迪格已经把他们的空中酒吧布置得像游乐园那么的欢乐跟有趣，那应该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夜晚。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楼上的实景到底是怎么样吧。那我们去看看，走。哒哒，我们现在来到顶楼了，这里就是我们的酒精游乐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入口，好像非常的有趣。好，我们来现场看一下。那这边呢，就是我们英迪格的空中酒吧。那今天刚好有一个主题，就是刚刚各位有楼下有看到的酒精游乐园。那我们赶快去现场看一下布置怎样。其实我现在这边已经看到好像非常的缤纷的感觉。好，这个就是酒精游乐园。现在在这边感觉就置身在游乐园，因为我后面看，我后面有什么？游泳池、旋转木马，好像在色克斯的马戏团的一个布置里面。而且我后面的夜景呢，还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高层夜景。那边还都有我们的八五大楼，还有我们洲际酒店哦，非常高的两栋楼，都是高雄现在非常标志的建筑物。在哪里看得到？就可以英迪格的空中酒吧可以看到，刚好现在又是酒精游乐园的季节，非常推荐各位来这边。现在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的 chill， 赶快有空赶快来一下。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已经点了餐，然后还有饮料。那我看得出来说，哇，那个英迪格的空中酒吧的
哇，菜色其实还不错，特别是这个炸物拼盘，非常的诱人。然后这个鸡翅，这是什么鸡翅啊？刚刚是点什么？蜂蜜芥末鸡翅，好像还不错。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我闻一下味道，松露的薯条。那还有现在酒精游乐园才有的一些特条，其实它menu上有很多特殊的特条，这是其中一款，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因为看起来就很像那个气球，然后里面还是小熊，非常的可爱跟有趣。那所以说来这边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点这些有趣跟觉得好吃的东西，坐在这个那么chill的地方，看着夜景，享受一下非常难得的一个夜晚。那我们因为已经食物看起来很好吃，所以我已经不想再多想什么了，我们就要赶快用餐吃起来。说哦，还有一个，来，我们请我们的，还有一个大肠包小肠，来，放这边，来，我们看镜头看一下，有没有觉得这些菜色非常的台湾味？咸酥鸡还有大肠包小肠，竟然在这一间酒吧都可以吃到，非常的搭酒，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里吃点东西，喝点小酒，享受你们的愉快的夜晚。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干杯！干杯！第一杯啤酒，第一口最好喝，而且这边就是凉凉的，非常的 chill 啊！来吧。很棒。